老师接受家长这样大的礼，他如果不认真教导，他对不起人家家长。所以老师认真管教啊，严师出高徒啊。在学校犯了过了，被老师处分了，打手心，首先打肿了，罚跪。回家去了，今天被老师处分了，明天父母带着礼物来感谢老师。不像现在，现在老师处分学生的，学生家长要到警察局告状啊！你虐待学生呢？学生对老师不怕了，没有敬畏之心的。我们知道啊，父母对老师那么尊敬，受处分，父母还去感谢老师。还要送礼物，我们学了什么？被老师处分了，在家里一句话不说。若无其事。受了点委屈的时候，在路上不小心跌倒了，回家就骗父母。为什么呢？我要真说出来，父母明天又去送礼了，又去磕头了。